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快听情商游戏，吹牛逼！大家好，我是情商，欢迎点击情商视频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就打把这个生化战场这个生化复仇啊，这里这个地图的话是雪山地图啊，雪山地图。今天的话我们不会常玩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我这个视频都不会太长啊，因为这样咱们支持这个 B 站里边这个青少年模式啊，所以咱们这个视频呢不会超过十分钟，也不会超过太长啊。这个防沉迷的话，咱们还是非常重视的啊。OK， 我们拿了一个 M40 啊，怼死他，打死一个龟孙，哎，火鸡，哎，我操！奶奶这个熊，我日的地，嗯，嗯，中招了吧，小伙子？你刚才看我中招，你还往那儿撇？打死你个龟孙儿！突突死你！哈萨克，一库鲁克的妈的天神！头给你打爆啊 ！OK， 哎，这是我们这个微剑已经有了啊，但是的话，他们没有人上来啊，这些就清一下。嘟嘟，嘟嘟，嗯，打的这个小僵尸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打这个大僵尸，我属实有点套近了，这么快的啊！有点饿呀，这么快啊！嘟嘟，给他们都穿下去，哎，非常香，兄弟，谢谢，感谢你送的人头啊！人世间没有这么这个雪中送炭，哎，确实在雪山地图啊，兄弟，嗯，这个送的炭真是有点黑，牛逼了啊！给捡上这个黄金喷子啊，这个响尾蛇道人非常牛逼的，但是的话，这个。不是非常连贯啊，非常停顿，非常时间。OK， 你看打一枪相160多啊，相当于两枪，我开两枪的这个时候，我赢了，哎，对的。OK， 我们来到下一把，哎。3, 2, 1，兄弟没有瞅我啊。我知道在这，我丢这个哪是我枪？哎，这个我枪。为什么我们用 M240不用 M249 呢？M249的话，攻击不是很高，而且这个射速也不是很高，你用它相当于没有用啊，还不如用 M240 呢啊。你看，哎，我们的 M240射速还是非常快的啊，攻击也是比较高。上一把好像这里有一个这个，哎，看见没有，弟弟，瞅见你了，哎，他怎么了？为什么没打掉血呢？好吧，啊，他反正是退了。输在我面前都是爹爹，嗯，一定要怂啊，一定要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啊，握着枪把不松手。感谢你，感谢我啊！感谢你送来的这个，不说了啊，不说了，说多了又那个啊 ，OK 了啊，骚话都是我讲出来的啊，现场鞭尸啊，不是那个尸啊，不是那个鞭，哎，不是那个尸，大家不要想歪啊，不要想歪。OK， 我多想要一把这个 M60 啊 ，M60 这个终结者也行，普通的终结者也行。这个 M60 也行，弄不到。OK， 他们要突过来了。我靠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丢的怪熊，哎，我日了！让我怼两把，哎！你上来了，我操！傻屌，怒臭了，敢不敢打？哎！穿过来了啊，穿过来，哎，漂亮！我的，为什么我还被那个什么了？我不应该杀三个或者四个吗？行吧啊，哎，咱们护士妹妹啊，护士妹妹非常带劲儿啊，真想刺激一下这个血脉啊！哎，行了，那个今天的话，这个视频就差不多了啊，感谢你的观看，点关注，点个赞，兄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
shall be victorious.